欧不原生，没错，就是我。我今天也过来找你了。找我？你们要干嘛？找你把我的兄弟找出来呀！你们兄弟那么多，我怎么找呀？那我不管啊，今天这个事就交给你了。哎呀，我算服了你们这些卡片啊！为了几张欧布的签名卡，我得把所有卡册都找出来了。欧布，让我先看看有没有传奇版。哎，这是啥？奥特曼的卡册，上面居然有这么多奥特曼呀、啊！这么大的卡册，应该能装很多卡吧？这里还有纪念礼盒，上面的奥特曼是德凯，总共有三盒，但我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卡片，放在这里。待会拆出卡片放在卡册里。这里还有黑钻版，还是最新的第三弹呢。我一下收集了三盒，不对，这盒是第二弹的，封面是特里迦。黑钻版放在这里，让他们三摞在一起。还有两盒白银版，这里面能开出白色的卡片，闪光版和炫彩版都有啊。每个上面还有一张卡片，闪光版上的是 WCR 卡佩佳，炫彩版上是 LR 卡德凯，幸运版也不错吧。有四包呢，这是两盒扬烟版，封面是所有形态的特利迦，里面应该也有特利迦的卡片吧。四盒黄金版也找到了，并排凑成了四个布莱泽，要是能有四个 SSP 的黄金卡就好了。哎，找到了，六盒传奇版，是20弹和21弹的。你快点吧，我都等得不耐烦了，这下可以找到欧布的签名卡。你放心，我这就帮你找。第一盒总共20包，一下把它全拆了。纽尔卡杰德全身都是黑的，看着好邪恶呀。纽尔卡赛罗纯白的闪耀仙，来了一张 AR 卡，还是赛罗的，只不过这个姿势好像点赞啊。出现了签名卡，还是欧布的疾风形态，这一下就凑齐两个形态了，太好了。又是欧布，还是爆炎形态，只可惜不是签名卡，来了一张 SSR 卡，强装日冕型的赛罗。欧布又来了，一下拆出来2张，这回是暗耀形态，这个眼睛看着有点邪恶呀、啊、把它放在这里吧，这下你们就有三兄弟了。没错，该你下一个了。下一个那就只能拆第二盒了。这一弹的全拆了，居然有2个签名卡，而且都是怪兽啊。还有一张 AR 卡，是罗布奥特曼，这盒没找到，咱们再拆第三盒。一张布莱泽的法多兰盔甲，还有欧布重光，这应该是欧布的第4个形态吧，把它放在这里，这下凑齐4兄弟了。再来第4盒，是赛罗和怪兽，这个怪兽叫盖巴鲁加，又没有欧布。再来第5盒，居然重复了，一张欧布原身和重光形态。最后一盒，怪兽八段甲和欧布的 AR 卡，这怎么搞呀，还少一个欧布的签名卡呢。什么？少一个？少谁呀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算上你一共有了4个形态，原身、暗耀、疾风、重光，但是还差哪个形态我就不知道了。